查你是什么？我要去吃饭。你要去吃饭的？嗯、为什么？我去吃饭。你还没有玩呢，你要玩一下吗？嗯、啊？我那你过去跟爸爸讲。我要去吃饭。那我们去找爸爸，你去找。嗯、那你去跟，那我们划过去找爸爸讲啊。才上来就说要吃饭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受伤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我要去吃饭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他说他刚刚那边跌一跤就不开心。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这 QQ 那边不会跌跤。不是，他刚刚跌了一跤哈。你看那边的小弟弟也在玩滑板车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他没有，他那边那边叶子面不会跌跤，你去那边玩看看。